那接着来到我们当冲如何当冲哦，跟如何交易的专题分享。那首先哦，一样我们去我们的手机哦，它这里有个成交值排行榜哦，我们去做它成交值排行榜的那个复盘的业务行为。那一样哦，不免俗的，我们先切到那个技术面哦，开一个60分 K。我要点出它的技术分析，再来开一个5分 K 哈，去做当冲跟隔日冲，我们要注意的业务行为哦。那一样，我们把线标出来，把图画好，标出做空想上班的地方哈，要观察什么？哦，像这样哦，做头就是 HMN 哈。啊，做多呢？做多想上班的地方，观察什么？观察它的横盘哦，大跌以后必须要个横盘格局，或是大涨，不管你是要做多做空。然后呢，我们要观察它盘整波幅的格局哈，是不是有形成一个 W 哈，或一个 V 或一个破底站上来，类似一个 T 哈。啊，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布局看看。啊，吃单的点位呢，观察哦，还要观察出4个价格哈。第一个就是60分 K，一个491，一个415哦，啊，再来就是5分 K，一个437，一个407哦。那我们以台积电为例哈，成交值低档哈，啊高点我们就写491哈，啊低点就写415。那我们得到说它的盘整波幅的格局应该会有76块哈，比较大的格局啊，波段的幅度有76块。那这盘整如果有成功的话，下一关哈有撞上去哈，就有可能不排除去撞567。那跌破呢？这边如果再弃守的话，下一关可能就339哦。那当冲隔日冲呢，一样哦，我们就去观察五分 K 它的交易行为。好啊，当冲隔日冲的话哈，这边就写好，这边先标一下哈，60 K，这边写5 K 啊。那当冲隔日冲要注意的业务行为是什么？高点观察437哈，就是近期跌下来的价格哈。那低点观察407哈，不是吃407哦，是观察407这边的盘整盘的盘整格局哦。像这样有个 V 啊，有这种图都可以开始布局看看啊，尽量就接近吃在接近401左右的价格。那我们得到它的波段的幅度应该有30块哦。啊，这盘整区如果说有盘整成功，有机会喷出的话，下一关就观察467。啊，那么万一明后天哦，这个再失手的话，它可能不排除我会做30块的等幅测距，它往下灌，下一关可能就观察377。那以上就是台积电格局的分享，那就我们看下一档，长龙一样哦。高点观察171，低点观察93，哈，啊，当冲隔日冲呢，高点观察157，低点观察154，啊，波段幅度大概是3块钱，还有机会吃的话，我们就跟着吃看看，93，哈，60K 的格局呢，高点观察171，哈，低点观察93块，哈，啊，波段幅度应该有78块，啊，喷出观察249，跌破就观察15块，然后打回它原本的7张点。啊，这波幅比较大哈，啊，因为它有分拆上市啊，所以这个建议啊，仅供参考哦，比较那个，比较没办法说用它那个，只能说用它盘整的新格局哦，比如说抓五分 K 去看哦，高点观察157哈，低点观察154哦，横盘波幅当冲隔日冲的日内波大概是3块钱，有喷出的话哦，下一关观察160哦。啊，跌破的话就观察151哦，啊，建仓想做多的尽量找154跟151的价格建仓，那想做空想卖的哦，尽量找157跟160。那就我们看下一档，元泰哦，高点观察244，低点观察206哦，波段的幅度呢约有38块钱哦，啊，这里有标准哦。你看，一个 NNH 哈，然后再一个 N，然后跌破这个价格，就整个往下灌，打回它的7张点的位置哈。
啊，在这边呢有一个 V 哦，下一个 V 哦，这边如果199有守的话，那有可能不排除就形成另外一个 W 底。啊，那破断的幅度哦约有38块，喷出观察282啊，这边在弃守就观察168。那当冲跟隔日冲呢，高点观察220哦，啊低点观察202。破断幅度哦，当冲隔日冲约有18块钱哦。啊，有盘整成功，下次有机会喷出不再站回来220的话，下一关观察238哈。啊，这边盘整如果再弃守的话，下一关可能就观察184。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美食 KY 哦，高点观察178哈，低点观察154，波段的幅度大概有24块哈。啊，喷出观察202，跌破观察130。啊，五分钟的格局呢，高点观察168哈，低点观察160哈。啊，波段幅度大概有8块钱，当中隔日冲。啊，有喷出的话，下一关观察176。啊，这边在弃守的话，下一关可能观察152。啊，点到了哈，有横盘就可以跟着布局看看。那就我们看下一档，联发科哦，高点观察652，低点观察552哈。破断的幅度呢，大概有100块钱哦。啊，有喷出观察752。啊，跌破就观察452，啊，五分 K 的格局呢，高点观察567哈，啊，低点观察545哈，波段幅度大概有22块，日内波哈，啊，有再喷出的话就观察589，啊，如果万一跌破再弃守的话，下一关可能观察523哈，啊，建仓点位呢，做多的尽量建在这个价格的盘整，啊，做空的呢，尽量建在这个价格的盘整格局，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红海哦，高点观察109哈，60K 啊，109哈，啊，低点观察101哈，波段的幅度大概有8块钱哦，喷出观察117，啊，这一波如果再弃守的话，观察93，啊，五分 K 的格局呢，高点观察108哈，啊，低点观察105，啊，当冲隔日冲日内波大概3块钱哦，符合它一般的那个标的物的惯性。104好了啊，有喷出哦，下一关就观察112好啊，跌破就观察100。那接我们看下一档，智源哦，高点观察183哦，低点观察多少133，没有错哈啊，波段幅度呢大概有50块哦，啊有喷出就观察233。那万一这边的133、123在弃守的话，下一关可能就观察83。那当冲隔日冲的业务行为呢？高点观察136哈，啊，低点观察125。日内破的幅度大概有11块钱哈，啊，喷出的话观察147，啊，跌破弃守的话就观察114。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宝瑞哈。60分 K 的格局，高点观察351哈，啊，低点观察289，波段的幅度大概有62块哈，啊，有机会喷出351，没有再收回来哈，下一关有可能不排除去攻413哈，啊，278万一弃守的话，下一关可能观察227，啊，五分 K 的格局呢哈，高点观察多少357哈，低点观察333哈，哦，这当中隔日冲日内波大概有24块钱的波幅哦。啊，有再喷出呢，下一关观察381，啊，万一328弃守的话，下一关可能要观察309。啊，这边就刚好有那个标准图，有没有？站上去不能收回来，收回来又测进涨点。啊，现在到了，他说这个很关键哦，站上去不能收回来，收回来就很怎样？去测289跟278这边的起涨点。提醒一下哦，来，那接我们看下一档。联电一样哦，60K 的格局，高点观察40哈，低点观察36，它的波段的幅度约有4块钱，有喷出下一关就挑战44，啊，跌破的话下一关观察32，啊，当冲隔日冲格局呢，高点观察38，低点观察35哈，啊，当冲隔日冲日内波的格局大概有3块钱哈，啊，有喷出就观察41，啊，万一35再弃守，下一关就观察32。5分 K 跟60分 K 的格局差不多。
然后像这样有横盘哦，这边哦都值得布局哦，值得参考看看。等下记得做好停损跟风控，还有吃到呢3839记得调节看看，这边吃两张，这边出一张哦。啊，这样看交易就会比较轻松。好，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星星哦，高点观察148，低点观察多少114哈、哦，它的波段的幅度约有34块。啊，喷出就观察182，啊，跌破就观察80块。那当中跟隔日中呢，高点观察121哈，啊，低点观察112，啊，日内波大概会有9块钱盘整波幅的格局哈。有机会121喷出没有再收来，下一关就观察130。111万一再弃手的话，下一关就观察103。好，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它的位置到了哈，位置到了哦，提醒一下。第一次主力吃，第二次我们跟着吃，这边吃两张，这边调节一张，应该都可以卖得到。好，那就是我们看下一档，合一哈，高点观察293，高点观察293哦，低点观察236，60分 K 的格局，236哦。啊，波段的幅度应该有57块钱哦。喷出的话，下一关观察300，啊，跌破的话观察179。哦啊，当冲隔日冲呢，高点观察260哦，低点观察246。波段的幅度应该有14块钱哦。喷出的话观察274，啊，跌破的话就观察232。啊，点到了齁，当冲的点到了啊。这个还没到啊，尽量等大的格局跟小的格局 match 哦，布局看看。啊，这很多朋友关注的0050哦，六十 K 的格局，高点观察115哈，啊，低点观察103，啊，波段幅度应该会有12块钱哦，啊，有喷出的话，下一关观察127，啊，跌破的话就观察91。那五分 K 当冲隔日冲的业务行为，高点观察106，低点观察101哈，日内波应该会有5块钱的盘整波幅哈，啊106上去没有再收回来，下一关观察111，啊万一这个100再弃手的话，下一关可能就观察96。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哇台达电，你看我、哦、这上礼拜有说，哎上去不能收回来哦。收回来就容易回档，好，一样哦。台达电哦，高点观察276哈，低点观察249哈，波段的幅度应该有27块哈，喷出观察303啊，跌破的话观察222。那5K 当冲隔日冲的格局哦，高点观察275哈，低点观察262，波段的幅度日内波应该有13块钱哦，啊有喷出的话观察288，啊跌破的话就观察249。啊，这边有没有？跌下来横盘打底上去，哦，啊，再一个下来再上去，哦，就形成一个 W 底。所以没单的哦，尽量去等哦，接近259跟262的价格。那我们接着看下一档，高利哦，高点观察136哦，啊，低点观察101哦。波段的幅度应该会有35块钱哦，有再喷出的话，下一关观察171，啊，万一94再弃手的话，下一关可能要观察66。哇，当冲隔日冲呢，高点观察132哈，低点观察124，啊，当冲隔日冲日内波应该有8块钱哦，有再喷出的话，下一关观察140块，啊，有再跌破的话就观察116，啊，像这样有横盘哈，都可以布局看看，啊，波幅大概8块钱哈。啊，可是60K 还没到，那就建议多观察。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阳明哈，高点观察77哈，啊，低点观察61，波段幅度应该有16块，喷出观察93，跌破观察45。那当冲隔日冲5分 K 哦，高点观察 65.3， 低点观察 63.4， 波段幅度应该有2块钱。啊，喷出的话观察67，啊，跌破的话观察61。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元大高股息哦，高点观察28哈，低点观察25，
波段的幅度应该有三块钱哦，啊有喷出下一关观察三一，啊二五万一再弃守的话就观察二二哈，啊五分 K 的高点观察二六，低点观察二五，波段幅度大概有一块钱哦，日内波，啊有再喷出观察二七，啊跌破就观察二四，那接我们看下一档，五十反一哈，大的格局高点观察六块哈，啊五块。波段的幅度大概有一块，啊，这个只有零点几角啊，所以比较不适合分析哈，啊，没关系哈，我们有看到就加减做一下，啊，低点呢五分 K 哦，当中隔日冲可能观察六点四八哈，啊，跟六点二四，盘整格局大概零点二角，啊，有喷出的话观察大概六点八，哇，六点五、六点四很重要，站上去不能收回来。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宝林富林哦，高点观察多少？160哦啊，低点观察132，波段的幅度应该有28块啊，有喷出的话观察188，跌破的话观察104啊，当中隔日冲的 U 型呢，高点观察149啊，低点观察140，日内波应该有9块钱。好啊，喷出就观察158，跌破就观察131。啊，像这边开始横盘了哈，啊，有上有下，有上有下，啊，这价格都值得观察看看。但是大的格局还没到啊，建议是等大的格局到再打的利润空间会比较大。那接我们看下一档。日月光哈，高点观察85块。低点观察76块哦，波段的幅度应该有9块钱，喷出就观察94块，万一跌破弃守的话就观察67啊，五分 K 呢高点观察81哦，低点观察76啊，波段的幅度应该有5块钱哦，有喷出的话下一关观察86啊，跌破的话就观察71。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哦，南电哦，高点观察多少？258哦，低点观察190哦，啊，波段幅度有68块，有喷出下一关观察326啊，跌破的话观察122，那当中隔日冲的高点观察204哦，低点观察190。日内波应该有14块钱哦，啊有喷出的话观察218，啊万一弃守的话观察176，哦，大概177这边的价格，啊这一档差不多了，这边如果再横盘打空应该就会不错哦，像这样有 VVWT 哦，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哇这高股息呀，啊。高点观察17，低点观察16，哦，波段幅度应该会有1块钱哦。啊，五分 K 呢，高点观察也是16哈，低点观察15。啊，波段当冲隔日冲哦，日内波应该都是，记得是零点几角啊，哦，至1块钱左右。还有喷出就观察17啊，跌破就观察14。那接我们看下一档，金星科哈，有看奥利格的影片，你绝对不会在这边建仓哦。啊，这边反而呢，明天跌停打开哦，啊，让它横一下，应该是个不错的买点。如果说做当冲不留仓的话哦，那一样高点观察425，低点观察372，哦，啊，波段幅度大概有53块，喷出观察478，跌破的话观察319哦。那当冲隔日冲哦。高点观察407哦啊，低点观察377，日内波应该会有30块盘整波幅的 U 型尾，当冲隔日冲了，还有再喷出的话，下一关就观察437。那这边372跟362万一弃守的话，下一关有可能不排除就观察347。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东哥游艇哦，高点观察303，低点观察239哦。啊，波段幅度应该有64块啊，有喷出下一关就观察367，啊，跌破的话就观察175哦，啊，五分 K 的格局呢，当冲隔日冲哦，高点观察281哦，啊，低点观察266，
当冲隔日冲的波段的幅度大概是15块钱哈，啊有喷出就观察296，有跌破就观察251。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华新高点观察42，低点观察38，波段幅度应该有4块钱，喷出观察46，跌破观察34，当冲隔日冲呢高点观察39，低点观察37，日内波大概有2块钱，喷出的话观察41，跌破的话就观察35，像这个两个价格都到了，有横盘就跟着布局看看，记得守好风控。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大力光喷出是不是不要追？容易，没关系，我们继续做分享它的格局。高点观察1983哈，低点观察1677，波段的幅度应该有300块钱哦。有喷出的话，下一关观察2289，这一波如果再弃手的话，可能要观察1300。那当冲隔日冲呢？高点观察1828，低点观察1707。波段幅度应该有121块，有机会再喷出的话，下一关就观察1949，这一波如果再弃手的话，下一关可能要观察1586。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 HTC 一样高点观察64块，低点观察53块，波段幅度大概会有11块，有再喷出呢，下一关可能观察75，这边如果再弃手的话，下一关可能观察42。那当冲跟隔日冲呢，高点观察56，低点观察52，波段幅度应该会有4块钱，喷出的话就观察60，跌破的话观察48，像这样有高有低有横盘都可以布局看看。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建基高点观察60，低点观察36，波段幅度大概会有24块，60上去没有再收回来，下一关可能就观察84，跌破的话可能就要观察12块。那当冲隔日冲高点观察59，低点观察54，波段的幅度大概有5块钱，喷出的话观察64，跌破的话观察49。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CDKY 高点观察527，低点观察420，波段幅度应该有107块，有喷出不再收回来，下一关观察634，跌破的话就观察313。那当冲隔日冲呢，高点观察458，低点观察421，当冲隔日冲应该有37块的波段的幅度，有喷出的话，下一关就观察495，万一400再弃手的话，下一关可能就要观察384。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长荣航高点观察35块，低点观察28块，波段的幅度大概有7块，喷出观察42，跌破观察21，当冲隔日冲的高点观察29，低点观察27，日内波大概是1块多至2块，还有喷出下一关就观察31，跌破就观察25。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这也是高价股哈，信化还是信义没关系，高点观察2069哈，低点观察1636，波段幅度应该有433块，有喷出的话，下一关可能观察2500，跌破观察1200，当冲隔日冲的高点观察1814哈，低点观察1676，波段的幅度呢？应该有138块，就当冲隔日冲的日内波，有喷出的话，下一关观察1952，跌破的话观察1538。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元大300正二，高点观察多少？16.9，低点观察多少？15块，波段幅度约2块钱，有喷出下一关观察19，跌破观察13。
那个当冲隔日冲哦，高点观察16，低点观察15哦，日内波大概是一块钱哦，啊，喷出一样是观察17啊，跌破观察14，那接我们看下一档，瑞昱哦，高点观察334，低点观察259，破断的幅度应该有75块哦，喷出观察409，跌破的话观察184，啊，当冲隔日冲呢，高点观察261哦。啊，低点观察248，啊，波段幅度大概有13块，喷出就观察274，跌破观察235，啊，这245哈跟248关键价格到了哈，这两边都到哈，啊，多观察一下它的高低的横盘，啊，有245有吃到的哈，建议是252做调节单哦，做它的来回单，啊，这边吃两口，啊，这边出一口哦，252，啊，留一个底单呢，赌到261，如果是当冲的话。啊，大格局的波段也到了哈，啊，让它多横个几次哦，会比较明显。耀华耀哈，高点观察583哦，啊，低点观察468，波段的幅度呢有大概115块，有喷出的话，下一关就观察698，跌破的话就观察353。啊，当冲隔日冲呢，高点观察487哦，低点观察453哦，就446跟453这边的横盘，破断的幅度应该有34块钱哦，啊，有机会喷出不再收回来，下一关就观察521，啊，万一这边再弃守，可能就要等419或353，那接我们看下一档，哇，这啥标的正二哦。0050正二，哇，这个再赌的话应该会比较快，波幅应该会比0050还快。如果说单纯赚价差的话，那一样我们来分享它的格局哦。高点观察102哦，低点观察83，啊，波段幅度应该有19块钱哦，19块的整理波，有机会102站上去不再受哎，下一关可能就观察多少121哦啊，这边如果再弃守的话，下一关可能就观察64。啊，当冲隔日冲呢，高点可能观察87哈，低点观察80，啊，波幅大概会有7块钱，5分 K， 啊，喷出的话，下一关观察94，跌破的话观察73，啊，这点到了哈，这横盘多关注一下，啊，我们下礼拜再来做验证，那接我们看下一档，哇，威盛，啊，这个也到了，等它跌停打开，看它怎么横。哦，就可以布局看看。那高点观察91哈，啊，低点观察75，波段的幅度应该会有16块钱哈，有机会91上去没有再收回来，下一关就观察107。那这边如果再弃守的话，哦，有可能不排除59。那当冲隔日冲的话，高点观察79哈，低点观察73。当冲隔日冲大概会有6块波幅的业务行为哦，啊，有喷出的话，下一关观察85，啊，万一要弃手就观察67哦，啊，你就观察59跟67哦，这两个明后天如果跌停有打开哦，走怎样的波幅，再跟着布局参考看看。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力旺哦，这一样高点观察1405哦，低点观察1110哦。波段的幅度大概有295块哦，啊，1400上去没有再收来，下一关观察1700，啊，这个如果再跌破弃手的话，可能要观察到815块，啊，当冲隔日冲呢，高点观察1241哈，啊，低点观察112、1139，啊，39破了嘛，现在在20，啊，跌停哦，啊，没有打开，啊，有喷出的话，下一关观察1343哦。啊，如果这边在跌停再打不开，下一关有可能不排除去观察1037，然后看跌停有没有打开。还有打开，像这样有高有低有横盘哦，就可以布局看看。那接我们看下一档，玉金光哦，高点观察449，低点观察342哦。波段的幅度呢，约有107块啊，啊，喷出的话就观察556，啊，跌破的话就观察235，啊，当冲隔日冲呢，高点观察363哈，低点观察345，
啊，日内波应该会有18块钱盘整的格局哦。啊，有喷出的话就观察381啊，这个在弃守的话就观察327。啊，当然这边321有撑哦，啊，观察这边的横盘哦，到了，快到了啊，观察观看。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神准哦，高点观察223，低点观察168哦，波段的幅度大概会有55块钱。有喷出的话，下一关观察278，啊，跌破的话观察113。那当冲隔日冲的 U 型哦，高点观察197哦，啊，低点观察188，啊，波段的幅度应该当冲隔日冲要9块钱的 U 型了。啊，有喷出的话，下一关观察206，啊，万一再跌破的话，下一关可能观察179。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国泰金一样哦，高点观察45，低点观察40哦，波段的幅度大概有5块钱，啊45有喷上去没有再收回来，下一关观察50，啊这个40这边38如果再弃守的话，下一关可能要观察35块，啊那个当冲隔日冲的话，我高点可能观察41哦，啊低点观察39，啊日内波大概是2块钱哦，还有喷出就观察43。啊，万一39再弃守，就观察37哦，然后就建议观察37跟35的价格。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环球金哦，高点观察466哦，低点观察360，波段的幅度有106块哦，喷出观察572，啊，跌破的话观察254。啊，当冲隔冲的话，高点观察376哈，啊，低点观察345，啊，波段的幅度应该会有31块。当冲隔日冲哦，还有喷出就观察407，跌破的话就观察314，啊，这边有走横的哈，都值得注意跟观察啊，这个也是两个都达标了哈，达正了，观察这里的横盘。那我们下礼拜再复盘看看哦，看它是不是符合奥利给所说的。哇，字型大的格局哦，高点观察138，低点观察108哦，要赶快站回来。波段的幅度应该有30块钱哦，有喷出的话，下一关观察168，跌破的话就观察78啊，当冲隔日冲呢，低点观察104哦，跌破了要站回来哦。啊，高点观察110啊，涨上去不能收啊，低点观察104，跌破了要赶快收上来。日内波呢，应该会有6块钱的当冲的波幅的格局哦。有喷出的话，下一关可能观察116啊，这个106万一再弃守，可能要观察98。那104有建仓的哦，这边建两口的110，记得调节一张。啊，这个也是点刚到，刚到就上去啊。接着我们看下一档，金象电哦，高点观察100哦，啊，低点观察81块，啊，波段幅度。有19块哦，啊，喷出观察119，啊，万一这个77再弃守就观察62，啊，当冲隔日冲呢，高点观察93哦，啊，低点观察85，啊，波段的幅度大概会有8块钱哦，喷出观察101，啊，跌破观察77，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哇，中华电信，曾几何时，高点观察122哦。低点观察111哦啊，波段幅度大概有11块钱，有喷出的话，下一关观察133哦啊，跌破的话观察100，啊，当冲隔日冲，高点观察110哦，低点观察109，啊，日内波应该1块钱啊，这个比较没有皮哦，啊，有喷出观察111，跌破观察108，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玉三金哦，这很多人关注的。高点观察多少？28块啊，27点多哈。啊，低点观察大概25块，跌破了要赶快站回来哈。波段幅度应该会有3块钱。这个27有上去没有再收啊，下一关有可能不排除去攻3亿。这边如果再弃守的话，下一关可能就观察22。啊，当冲隔日冲的话，高点观察25哈，低点观察24哈。波段的幅度大概是1块钱，还是比较少做当冲的，建议看看就好。它、啊、有喷出观察26啊，跌破观察23，啊，接着我们看下一档，
群创有没有打到这边第一个高，第二个，第一个 V 不要吃，主力吃梗，我看我们吃第二个就容易做到这一段哦。符奥利给这边的影片啊，一样哦，做空的要出货的或者要停利的，这个 12.3 上去不能收回来，上去不能收回来，啊，收回来就容易怎样打回它原本的起涨点。那一样哦，群创的话高点我们观察多少？12块哦，低点观察10块哦。波段的幅度应该会有2块钱啊， 12 有攻上去没有再收了，下一关就观察8块钱。观察14块啊，万一10块弃手的话观察8块钱。那当中各日冲的话高点观察11块，低点观察10块啊，日内波大概是1块钱的标的啊，有喷出就观察12、啊、快涨停了啊，跌破的话就观察9块。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联咏哦。高点观察261，低点观察216，啊，波段的幅度大概有45块，有喷出观察306，跌破观察171，啊，五分 K 呢高点观察239，啊，低点观察228，啊，波段的幅度大概有11块，有喷出就观察250，跌破就观察217。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嘉泽哈，高点观察803，低点观察713，波段的幅度大概有90块哈，啊有喷出观察893，跌破观察623哦，啊这边没单的哦，尽量等这边哦，啊当冲隔日冲呢，低点观察756哦，高点观察806，低点观察756，啊日内波应该50块波幅的U行为，有喷出的话观察。856块齁。啊万一再弃手齁，可能要观察706齁。啊大概是这个价格。713跟696这边。好像这样下次打回来接近这边有走横盘。我才开始布局吃看看。啊接着我们看下一档。航海王的万海齁。高点观察多少 ?84 块齁。低点观察67齁。波段的幅度应该会有17块。哦啊，84有机会上去不再收回来，下一关观察101，啊，万一63再弃手哦，可能就要观察50块。那当冲隔日冲哦，高点观察多少？74块哦，低点观察多少？72块。它的当冲的业务行为一天大概会有2块钱，当冲跟隔日冲哦，啊有喷出的话就观察76，啊万一71再弃手就观察70。啊，这边没有建仓的哦，这边就建议不要碰哦，尽量等这边的价格。啊，接我们看下一档，哦，友达一样哦，高点观察多少？18块哦，低点观察15块哦。啊，波段的大的格局，波段幅度大概会有3块钱哦。啊，有喷出的话观察21，啊，万一这边再弃手哦，就观察12块。啊，当冲隔日冲要建仓的U型的话，高点观察16，啊，低点观察15，哦，啊，波幅大概是1块钱，还有喷出就观察17，啊，万一跌破就观察14，啊，就我们看下一档，智邦哦，高点观察287，啊，低点观察261，啊，波段的幅度应该有26块。哦，啊，有喷出就观察313，跌破的话就观察235，哦，啊，点还没到，哦，建议多观察。啊，那个当冲隔日冲的话，高点观察286，哦，啊，低点观察271。它的当冲隔日冲日内波波幅大概有15块钱，啊，有喷出的话观察301。这边如果再弃手的话，就观察256，哦，256有没有？大概256、261这边的价格。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普瑞 KY 哈，高点观察837哈，低点观察615，啊，波段的幅度应该有222块哈，有喷出都要观察1059，啊，万一这边再弃手哦，就观察393，好像这边有 V 上去了，主力在这边有吃给我们看，啊，下次接近这边我们就跟着布局吃看看。那当冲隔日冲的话，高点观察706哈，啊，低点观察655。波段的幅度应该会有51块哦，啊有喷出就观察757，啊万一再弃手呢就观察604哦。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
中美金哦，这太阳能的哦，高点观察163，低点观察128哦，啊，点到了哈、哦，观察看看，波段幅度应该会有35块哦，喷出观察198，这边再弃手的话就观察93块。那当冲隔日冲也有形容，高点观察132哈，低点观察123，哇，波段幅度应该会有9块钱哦，100块有9块，应该是不错冲。啊，喷出的话就观察141，啊，这边121再弃手就观察114。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华航哦，高点观察23，低点观察19，波段的幅度应该会有4块钱。有喷出的话就观察27，啊，跌破的话就观察15，啊，当冲隔日冲的话，高点观察20哦，低点观察19哦，日内波大概是1块钱左右哦。有喷出观察21，19再弃手的话就观察18。啊，接着我们看下一档，台半哦，这点也到了，刚要离开哦，啊，都值得观察看看哦。高点观察96块。啊，低点观察74块，波段的幅度呢，应该会有22块的 U 型轮哦。啊，有喷出的话，下一关观察118，那70万一再弃手呢，就观察52。那当冲的话，高点观察多少76哦，低点观察73。哦，当冲隔日冲应该会有3块波幅的 U 型轮，有喷出的话，下一关就观察79。啊，73万一再弃手的话，就观察70。啊，点到了哦，都多观察看看。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红宝高点观察74哦，低点观察57，波段的幅度呢大概有17块钱哦，17块钱波幅的 U 型轮，有喷出的话，下一关观察91哦，这边我在弃手就观察40。那当冲隔日冲哦，高点观察62哦，啊，低点观察60哦。啊，当冲跟中的日内波幅大概有2块钱，然后有喷出观察64，啊，跌破观察58，啊，那你这边5754没建仓的哦，这边就建议多观察哦。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锦硕哦，高点观察119哈，低点观察92块，波段的幅度应该会有27块左右的业务行为哈。啊，有喷出的话，下一关观察146，哇，这边如果在弃手就观察65块，啊，应该会走这个27块的整理波，哦，啊，那个当冲隔日冲的话，高点观察101，哦，啊，低点观察94，啊，波段幅度应该会有7块钱，哦，有喷出观察108，跌破观察87，啊，87这边没有建仓了，哦，这边再多等一下，哦，看它来到这边会不会发生反弹的 U 型了。你来到这边看它有痕哦，就可以跟着布局看看。啊，一样哦，八次有吃的101G的调节，我就符合这边。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华硕哈，高点观察256哈，低点观察229哈，波段的幅度应该会有27块，有喷出下一关观察283哈，啊，跌破观察202。那当冲跟隔日冲呢，高点观察232哈，低点观察225。波段幅度应该会有7块钱哦，有喷出观察239，啊，跌破观察218。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重旗哦，高点观察30块，低点观察24哦，波段的幅度应该会有6块钱哦，有喷出观察36，啊，跌破的话观察18块，快到了哦，有横盘哦，这边2324。观察看看哦，应该都值得布局看看。那当冲隔日冲的话，高点观察28哈，啊，低点观察25哈，25到了哈，2524这边波段幅度应该会有3块钱哦，有喷出下一关就观察31，啊，那个万一这边再弃手的话哈，就观察22块。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富邦金哈，高点观察57，低点观察50哈，波段的幅度应该有7块钱哈，啊，有喷出的话，下一关观察64，啊，跌破的话观察43。那当冲隔日冲的话，高点观察51哈，啊，低点观察49哈，日内波大概会2块钱，有喷出就观察53，啊，跌破就观察47，我就在4849这边哈，值得关注看看。
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档，中珠控股哈，中珠 KY 高点观察201哈，低点观察180，波段的幅度应该会有21块哈，还有喷出观察222，这边如果再弃守的话，下一关可能要观察到159。那当冲隔日冲的话，高点观察185哦，啊低点观察177。当冲隔日冲的日内波大概会有8块钱哦，有喷出观察193哦，啊跌破的话观察169。啊，接着我们看下一档，汉雷哦，高点观察113哦，低点观察92块，波段的幅度应该会有21块的业务行为，有喷出下一关就观察134，啊跌破的话就观察71。我点到了，点到了齁，可以布局看看。那当冲隔日冲的话，高点观察98齁，啊低点观察91齁，啊波段幅度大概有7块钱，喷出观察105，我要跌破这边再弃手就观察84块。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哦国军啊，这个也快到了齁，值得观察，值得观察齁。那高点观察多少？331齁，低点观察多少？273齁。啊，波段幅度应该会有58块钱哈，啊有喷出的话，下一关观察389，那这边如果再弃手哦，可能就要观察到215，那当中隔日中哦，高点观察287哈，低点观察274，啊日内波应该会有13块振幅的业务行为，有喷出的话观察300，啊万一这边再弃手就观察261，哦261、262，这边价格到了，都值得布局跟参考看看。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台塑齁，一样高点观察91块齁，低点观察85块，波段的幅度应该有6块钱的业务行为齁，啊有喷出呢，没有再收回91齁，下一关可能就观察97块，啊这边如果再弃手齁，整个再往下灌齁，可能要不排除去等79块。那当冲隔日冲的业务行为齁，高点观察多少？85齁，啊低点观察84齁，日内波大概有1块钱盘整波幅的业务行为，有喷出的话观察86，跌破观察83。那接我们看下一档，台康生技齁，有没有这打底成功，一个高一个低齁，一个 W 齁，我们就跟着布局在这个 W 的第二个价格，第二个价格。纵使你吃在这边有凹一下的齁，现在也是有解套，但是不建议凹单啦、啊。哎呀第二次齁。来一样，我们先进入他的分享。那个高点观察134齁，低点观察105，波段的幅度大概有29块齁，喷出观察163，啊这边如果再弃手就观察76块。那当冲隔日冲业务行为，高点观察115齁，低点观察109，日内波应该会有6块钱盘整波幅的业务行为，那有喷出的话我下一关观察121，啊跌破的话观察103齁。啊、这边刚好有个案例、哦、就是说你要做当冲隔日冲，你看到这边有 V 了、哦、这边不要急着追，不要急着建、哦、明后天你观察这边有打回来接近这个价格，我们跟着吃看看，这边吃两口，这边出一口、哦、做它大概三块四块的业务行为。那接我们看下一档，刚好有看到我就顺便提醒，兆丰金、哦、点位也到了横盘、哦、但是还没有高低、哦、啊今天建议观察看看或者算它殖利率，你觉得够你就加减存加减买。高点观察35，低点观察31、啊、波段的幅度应该会有4块钱，有喷出的话观察39、啊、这边如果再弃手下一关有可能不排除就观察27。那当冲隔日冲的话，高点观察31，低点观察30、啊、当然这金控比较少人冲，因为波幅不大，大概1块钱不到，应该是不到一块钱，还、啊、有喷出观察32，啊跌破的话就观察29。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哇龙钢哦喷出了，不要追哈、哦，这边没见的这边就不要追哈、哦。还有没有？好，我们先分享它的格局哦，高点观察31，低点观察28，哇30块的股票波幅大概会有3块钱，有喷出呢这边31没有再收回啊，下一关有可能不排除去攻34。啊，整个跌破呢？万一这边如果再弃手的话，下一关有可能不排除去攻，观察25块哈。啊，当冲隔日冲呢，高点观察多少？大概31哈。啊，低点观察多少？也大概是30块哈。啊，波段幅度大概有1块钱，还、啊、有喷出就观察32，啊跌破就观察29。
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有没有？这个我记得上礼拜奥利给我分享哦，这个喷出不要追哦，等这边，哇，这边反而值得关注。你如果没有追高的，哎呀，这边值得观察看看。它如果说涨跌停有打开哦，像这样横一下再上来，这边就可以卖，大概可以卖到670，做50块的价差。哦，那一样哦，我们继续分享它的格局哦。高点观察935哦，低点观察多少？655。啊，波段的幅度大概有280块钱哦，有喷出观察1215啊，这一波如果再弃守的话，可能就要观察375。啊，当冲隔日冲的高点观察6710哦，啊，低点观察617，啊，波段幅度大概53块钱，啊，有喷出的话观察723，啊，跌破的话下一关可能要观察564。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中钢哦。高点观察29哈，啊，低点观察26，波段的幅度应该会有3块钱哦。那那个有喷出的话，下一关可能观察32。啊，这边如果再弃守就观察23。啊，当冲隔日冲，这个应该比较少人冲啊，没关系，我们一样分享那格局哦。高点观察27哈，啊，低点观察大概26哈，日内波应该会有1块钱左右 U 型嘛。然后有喷出观察28，啊，跌破的话观察25，26。啊，这路一上去哦，现在只有打回这边哦，要做长线的这边都可以布局看看，打回接近26.2的价格啊，这边没有单，这边就建议不要碰。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旗宏哦，高点观察119，低点观察103，破断的幅度呢，应该会有16块钱的 U 型嘛，有喷出的话，119站上去没有再收回来，下一关有可能不排除去撞135。啊，这边103、100如果再弃守的话，有可能要去87块左右的价格等它。哦，等它有横盘，有高有低，有主力吃，我们才跟着吃。哦，不要自己直接吃。哦，这样接刀的 U 型也是有点恐怖。那当冲隔日冲的高点观察111哦，低点观察105哦，日内波应该会有6块钱哦，短线的波幅。啊，有喷出的话，下一关观察117。啊，这边如果再跌破的话，我下一关可能就观察99块，我就99跟100这边的价格，啊，快到了，建议多等等，多观察。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中信金哈，波段的幅度呢，高点观察23，低点观察20哈，盘整波幅的幅度大概会有3块钱。啊，有机会如果喷出不再收回，下一关可能观察26。啊，这边如果再弃守的话，下一关可能要观察17。那当冲隔日冲，这个应该比较少冲啊，没关系，我们该做的还是要做哦。写20块哦，19块，大概是这样子。好，高点观察20哦，低点观察19啊，波幅应该不到1块钱，应该是0.5角。啊，这里有喷出哦，下一关可能观察21，啊，跌破就观察18。啊，像那种18、19、17哦，这三个价格都值得慢慢的布局看看，试看看。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新胜利哈，高点观察47哈，低点观察38哈，波段的幅度应该有9块钱哦。啊，这边没有建仓的哦，这边就不要碰。啊，有喷出的话，下一关可能观察56。啊，这里如果弃守的话，可能要观察29。啊，当冲隔日冲的话，高点观察45哦，低点观察42，哦，这不错哦，40块的股票，当冲隔日冲有3块钱。啊，有喷出的话，下一关可能就观察48。啊，这边如果再弃守，就观察39，就39、36这边的价格。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四星 KY 哈，高点观察977哈，低点观察824哈，啊，波段幅度应该有153块钱哈，啊，那个当冲隔日冲的话，高点观察多少？哇，这一开高马上灌到跌停哈，符合奥利给面，瞬间达阵哈，高点观察907哈，啊，低点观察840哈，破了要赶快站回来哈。
波段的幅度当冲隔日冲大概有67块钱，有喷出呢就观察974哈，啊这边如果在弃手的话就观察773，跟那个796这边哈，啊应该明后天哦，如果打到这边哦有横盘就可以开始重新布局看看。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广达哦，高点观察80，低点观察74哈，它的波段幅度应该会有6块钱的 U 型啊，点到了哦，点到了啊，都可以跟着观察看看哦。啊，有喷出的话，下一关观察86啊，这边如果再弃手就观察68哦。啊、当冲隔日冲呢，高点观察多少？75哦，啊，低点观察73。波段的幅度应该有2块钱哦，有喷出的话观察77，这边如果在弃手就观察71，好像这边有横盘哦，都值得观察跟布局看看。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湖联哦，高点观察多少？181哦，低点观察157。波段的幅度大概有24块钱哈，啊，这边没建仓了，这边不要碰。啊，有喷出的话，下一关观察205，啊，这边如果弃手的话，观察133。那当冲隔日冲的话，哈，高点观察176啊，低点观察169。盘整波幅应该会有7块钱哈，啊，这169万一弃手的话，有可能外出去攻，回撤162，啊，整个有喷出的话，观察183。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同志哦，高点观察191，低点观察155哈，波段的幅度应该有36块左右哈，有喷出观察227哈，啊跌破观察119，啊当冲隔日冲的话哦，高点观察160啊，低点观察150。啊，当冲隔日冲的波幅大概有10块钱，有喷出观察170，这边在弃手的话就观察140，差不多到了，观察看看。哇，这弹影下好梯啊！高点观察39，低点观察34。波段幅度应该有5块钱哦，有喷出下一关，不排除去撞44，啊跌破的话观察29，啊应该会走这5块的整理波，啊那个当冲隔日冲的话，进场点位高点观察34哦，低点观察33，哦大概1块钱哦，还有喷出观察35，跌破观察32，啊这边刚好有个案例哦，大涨大跌，为什么奥利给一直要说等横盘？你看光这边哦，有个。这边几乎只有横，但是还没有高哦，有横没有高，有横没有高，有横没有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本来看的点位是36哦，啊，但是我们做单的习惯就是要等 VV， 就是一个 W 底的状态。你看从头到尾几乎没有 V 啊，只有横盘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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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到这边哦才慢慢有个形态出来，有没有？走横表示说啊，跌的力道好像没有了。然后呢，有个低，有个高，哦，第一个 V 出来，哦，啊，再吃第二个，就大概这个价格，我觉得目前33.8这个价格，然后或者说让它喷出，再拉回，再回测这个价格，看它是不是真的跌不下去。目前看来就是真的跌不下去，那这边我们就值得布局看看。当然，它的破断幅度可能不高了，可能只有1块至2块，啊，但是这个都是。刚好有看到这种标准的格局，那一样哦，在相对高出现这样，有没有多多低？啊，很慢哦。然后阿里给上次说离开不要吃哈，建议哈，啊点到了，啊该赔就赔哦，记得停损。那高点我们观察170哦，低点观察125，波段的幅度应该有45块。有喷出观察215，跌破就观察80。
啊，那个当冲、隔日冲啊，高点观察127，低点观察120，日内波应该会有7块钱，还有喷出下一关就观察134，啊，跌破就观察113。那就我们看下一档，新塘哦，高点观察多少？124，低点观察105哈，波段的幅度大概有19块钱哦，啊，有喷出观察143，跌破观察86。啊，这点还没到哦，再等一下哦，啊，也快到了。啊，当冲隔日冲的话，高点观察113哦，啊，低点观察108哦，啊，当冲隔日冲大概有5块钱破幅的 U 型，有喷出的话，下一关可能观察118啊，这边如果再弃守就观察103，就103、101这边的价格值得观察。啊，结果我们看一下的。好了，以上就是成交时排行榜哦，大概简单分享到这边。然后我们顺便看一下台股，做一下台股的重点整理，你们才会比较说知道说奥利给在分享什么歌曲哦，啊，带大家是看什么样的业务型。啊，大部分的影片都是重点哦，建议多看，哎呀，不要。来，期货它的格局比较那个啊，它这个比较快，一样哦。你第一眼第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们先把期货的高点13957啊，这跟台子期比较有关啊。低点的话13019哦，先把这两个价格哦关注出来，就是这个高低，你才知道说你现在建仓的点位是在大格局这边哦，刚要发动的，还是在这边刚要起跌的。你就知道一个波段的幅度，万一这边你做对端了，你要赚多少，都是赚赔比，这样才抓得出来。然后呢，再比较小，期货建议看 1K 或 5K 啦。那没关系，我们先用 1K 下去看，因为大家这个反应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用 1K 去抓进场点位啊。比如说高点你观察13146哈，低点你观察多少？13088，你就知道说哦，目前这一个小时内哈。这一个小时内的波段的幅度应该会有58点左右啊，这个如果轧空成功有上去的话，下一关可能观察204。那这边096如果跌破不赶快收回来，这边整个再弃守的话，下一关可能又打回原点，大概13019，哦，就13030这边的价格。啊，我们是一个看图说故事的频道啊，那一样我们把图叫出来，有没有？你在这边哦。纵使你不打空单，你也不会有任何念头想在这边做多。哇，纵使你想做多单哦，假设当时的格局是，比如说829跟374，你看我们影片呢，我们有说要等 VV，就是 W 哦，要让 VVW。你看这边有 W 吗？没有哦，一直到这边才开始有 VVW，你也不会在这边建仓，你也可以规避掉这一段的风险。然后现在有走横的呢，有走横的哈。那我们就来观察看看说，说走横了之后，我们在这边建仓，是不是会比较有利润？那万一建对了，我们的交易计划就是这边只要停损不来，不再破底，我们就赌它到天花板。哎呀，然后再去1K 哦，去看看我们那个要小赚的业务行为嘛，一样哦，我们就把096跟138这余生看出来哦。啊，这边呢？你有看到一个影片，我跟你讲，你保证你要做多的绝对不会在这边，因为这边是做空想上班的地方。我们只会建仓在这个，大概是5点半接近6点半，5点接近6点的位置的价格。哎呀，5点钟方向跟6点钟方向，做到哪里？做到1点钟方向跟12点钟方向。哎呀，啊一样哦，不会。等一下打下来，它可能也是这边的大 V 啦，就这样子，哎呀，啊，所以这边都值得赔哦，不是说买了就不停损哈，停损可能抓个10点、20点哦，有的抓50点，随便你都可以哦，只要你的风险风控控制的好的话，啊，有吃的这边有吃两口的哈，记得这边就调节一口看看，哦，就做一个小赚的 U 型，留一口底单呢，赌到天花板。
那以上的影片就简单分享到这边哦。啊，有问题都欢迎留言，多问啊，或者说你们有什么样的交易技巧，也可以上来分享，还是说觉得奥利给的交易策略的格局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都可以分享，都可以讨论。啊，以上的建议呢，跟你保证完全不负责任，赚赔自行负责。啊，提醒大家哦，遵守纪律，交易计划，计划交易，收好你的停损，把格局看出来哈，执行交易，可以小赚我们就小赚，可以小赔我们就小赔，啊，运气好的话应该可以做一个大赚的业务行为，啊，以上就是确诊线的用法哈，啊，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各位。看完以上的格局，接下来就是进入交易策略的阶段分享。就是我们在面对投资市场的时候，你要把会遇到的状况分析出来。简单来说，不是输就是赢，输赢的几率呢各占 50%。 那我们再把这个 50% 的状况分成以下四种，那就是大赚小赚，大赔小赔。那你再把这四种状况除以4的话，就是各有 25% 的几率你会遇到，然后呢你再把跟可以控制跟无法控制的状况区分出来。比如说以赚钱来讲，大赚跟小赚只能看运气，我跟你说你完全无法控制，真的只能靠运气。那赔钱的状况呢，大赔看你自己，小赔也看你自己，这是保证完全控制在你自己手上的。你真的没有听错，你只有要赔多少是你自己跟我们自己能够去控制的。既然你知道在投资市场会发生的状况只有以上四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四种状况做一个删除法。我们既然只能控制小赔跟大赔，没有错，那就是把大赔删掉，这样就变成你在投资市场会遇到的状况来讲的话，你把大赔拉掉啊。大赔要怎么拉？就是所谓的停止损失、因为停损是真的很重要，也最重要，所以讲三次。那当你可以控制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恭喜你，明天以后你在投资市场会改变成你会遇到的状况只剩三种，就是小赔、小赚跟大赚。然后你再把这三种状况去做一个几率的换算，结果就会变成怎样？小赔 33%， 小赚 33%， 大赚 33%， 这样几率就会变成说赔钱的几率，你在投资市场如果有遵照这个原则去执行的话，你赔钱的几率就是只有三分之一会遇到。那反之呢，你赚钱时候的状况会变成多少？你没有听错，就是三分之二，比率为 66%。 所以看出格局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在明后天的格局，今天跟明天的格局，参考今天跟明天的格局去拟定我们明后天如何去执行赔钱的交易计划。然后再提醒大家股票是天天有的，你不要怕买不到，只怕你没有钱可以去买。去练好你的基本功尽量做到吃两口出一口，底单要留，上去出一张，下去买回来，养成你的小赔小赚跟大赚的习惯。底单留着，停损不来你就给他赌到天花板。虽然有的时候赚的钱你看他跌回来会舍不得，但是我们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说你才会有长线赚钱凹单的计划，这样你每天就会很有参与感而不是在双八区里面
去扒来扒去，或者是在旁边只能跟着看戏。那么以上哦，就简单的分享，那感谢各位的观看。之前的影片也很重要哦，建议你从头到尾都给他看完。你一次看不懂，真的是看个一百次，让他循环播放，你才知道说韭菜是怎样被收割的。那喜欢影片的呢，再劳烦哦，按赞、订阅、加分享哦。啊，欢迎你们在影片底下留言。如果说你有想要了解的标的物，可以为您免费的建议以及分享，跟你保证完全不负责任，要赚多赚少，盈亏自负，自行负责。那最后祝福大家哦，看完没有订阅的观众，祝福你买的标的物每天都涨不停；有订阅的观众哦，也祝福你买的标的物每天都涨停板。以上，谢谢各位。